好，每年四月份是一个专属于儿童的欢喜节日，全国各地都有举办许多庆祝儿童节的活动。玉里镇一家果产销班第一班再次联手品牌商朴实购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牛排业者合作，将行动牛排车开进918赈灾受创严重的松浦小学，请全校师生来吃牛排来欢庆儿童节。玉里镇印加果产销班第一班再次联手品牌朴实购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牛排业者合作，将行动牛排车开进918赈灾受创严重的松浦部落小学，请全校师生吃牛排欢庆儿童节。这样行动牛排车公益活动已经迈向第三年了。产销班与朴实购果爱心服务团队组成16名爱心大使义工，与行动牛排业者合作，特地包了一台行动牛排车开进校园，全校师生共88人一起吃牛排。我是麦当劳退休老师洪老师，来做这个服务就是他们的地方就是呼吸的啊，感谢李老师。各年级小朋友从幼儿园到六年级都上台表演才艺，并与朴实购果爱心大使唱唱跳跳，互动热络。由爱心大使教小朋友折纸鹤，并在纸鹤上写下感言跟心情，纷纷串起来挂在感恩留言板上。当天并由校长颁发感谢状，表达最诚挚的感谢之意。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